那边都客满，而且它每一个还量重量，它让每一个的大小都要一样。为什么要在下面撒那些面粉？姐姐最爱吃的，哎呀，这个酸辣汤好吃啊！真的、哦，好吃，吃啊，吃啊，赶快吃啊！这个又好吃，他们不吃辣。所以金毛人不错哦，敢尝试哦，你看看好不好啊？会不会辣？胡椒味。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沙漏可以找。三个。三个就可以。三个过来。三个就可以。他们有免费吗？他们有啊，要不要接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这边请。